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你还年轻，长点文化好不好？长点文化啊！这样也没有道德，你算了，你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。你哪个比你父母还要大？少说两句都好。行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没有道德观念。不是，没有道德观念，没有道德。哪一句话你掉水晶了？你也有老的时候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不不，妈咪。这个蒙玉说家庭教养社会，你别那儿讲点那么神经了。都有，我一说了，我在跟他交流的，没跟你说话。那不跟。长点文化好不好？长点文化啊！这样也没有道德，你算了，你就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。你哪个比你父母还要大？少说两句都好。行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没有道德观念。不是，没有道德观念，没有道德。哪一句话你掉水晶了？你也有老的时候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不不不，妈咪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家庭教养社会。你别在这讲点那么神经了，你。